五四三二一。嗯，我剩十秒钟的时候会喊你们，就都可以打了，都可以打了。小心击飞，目标是你。但是剩一丝血的瑞尔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斩他。左边四个，这样去断一下，很好。冰川震怒集合。打影子，继续打影子，一边继续打影子，一边继续打影子。boss 不着急啊，先把影子打掉。OK， 来打 boss。震慑波。他的位置不错。带着走，骷髅，哎，都打死了，半场都打死了。我进来打 ，OK。转影子，不想再参加集合。转影子，非常好啊！集合，集合，冰川剑子集合。左脚下，看一下脚下。二井准备，眼前站进来一点，吃一点伤。来，二井起。把那骷髅单独点一下，把骷髅单独点一下。OK， 你们打坦克影子，你们打坦克影子，但是在你们最左边第二段我来，可以分开。OK， 打坦克影子，今天很好，今天能看到一战的段，特别开心。倒数第二个都不漏了，一战都每次都会过去打，就很好。打坦克影子 ，boss 可以停手 ，boss 停手 ，boss 停手，打坦克影子，不要碰了啊 ，boss 不能碰，把坦克影子处理掉。沉默圈集合，把坦克影子处理掉。坦克影子处理掉，这边还有一个坦克影子，二次内场准备。处理掉啊，处理掉，处理掉，坦克影子处理掉。打断不要漏啊。骷髅上段帮忙放一下，上段然后把方块多打一点，然后胖子血修一下，修平稳，把方块多打一点，都可以打死，都可以打死，都打死，都打死，内外场都打死，不要留了，内外场都打死。可以 ，OK， 都打死，都打死，战斧斯诺皮起来，哎，战斧斯诺皮起来。拍个照，嘲讽 boss， 转坦克影子，转坦克影子，来转坦克影子，转坦克影子，三角记得出啊、出去，三角记得出去，出去，哎没有，一点准备啊，这件这件这件，准备。各点起，大点上都起，没看到坦克影子，啊，对，最左边那个我负责断，准备特殊技能，我断一下，完了最左边断第二下，
对，很好，处理坦克影子，还是继续处理坦克影子。我开始卡了，你们得自己看场面。好他妈卡，打一下 boss， 打一下 boss 啊！被不要被鬼撞，不要撞鬼。很好，再压一点 boss， 再压一点 boss 啊！好 ，boss 停，打坦克影子 ，boss 平手，打坦克影子，打坦克影子，我们全区集合，打坦克影子。内场外场有断的，现在不要断啊！内场外场有断的，一定把断留下来。OK， 很好。再去一边，先劈方块，先劈方块，先劈方块。震慑波，不要漏断，非常好。OK， 外场需要打快一点，外场需要打快，先把胖子打掉，准备剑带嘲讽，全部打掉，全部打掉，全都打掉，全都打掉，内外场都打掉，内外场都打掉。一张冲一，第一个分担，哎，第一个分担。OK， 大区。非常好，注意看断，注意看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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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菱的断，右边的回头远程，看几不血。第二个我注意单吃，看断，打 boss， 看断，看断，看紫菱的断，非常好，继续打 boss， 战斧人起来，很好，打 boss， 看断，看断，紫菱的断，看下断，给个晕，给个制裁，打 boss。打 boss， 看断，看断，断好了，第一轮断过的断好了。Nice， nice， nice， 两把。